嗨，我的名字叫八吉。八吉，我的职业是一个银行劫匪，我每天的日常就是砸金库、飙摩托。飙汽车，以及飙飞机。呵呵，其实我曾经也是个热爱学习的好孩子，我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当初我爹为了将我培养成家族继承人，秘密安排手下送我出国留学。然而这对可爱的我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懵逼的我。不仅学习跟不上，甚至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毫无意外的，我被学校开除了。爸爸对我很失望，放弃了培养我的计划。我也开始自暴自弃，从此成为了一个恶人。然而这一次，我被抓住了。呆！你这个臭小子为什么抢银行？因为 我学习跟不上，作业不会做。不懂。不懂就去街边找街头小孩问问。对哦。吸引力学院，留学生专业辅导平台，为你的 GPA 保驾护航。JNC 国际暑期学校是中国首家带你学习带你玩的暑期项目，回国过暑假也能拿到每门最多4个学分的美国大学成绩单，33天完成3门12个学分，完全诠释了什么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以参加3次暑校计算，按每年休息3门课程，3年就可以毕业了。先达成节省留学费15万的小目标。JNC 专业、权威、高效，却并不是书呆子像你。秉承着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的办学理念 ，JNC 为留学生们提供了最酷的社交平台和最嗨的假期活动。篮球赛、油画课、电音趴一应俱全。谈恋爱不如蹦迪，蹦迪不如来 JNC 边学边玩。我们在最棒的夏天等你到来。开始切游戏画面吗？好的，欢迎大家来到 NCG 英雄联盟电竞联赛。那么今天这场是季军争夺赛，我是解说初旭。我是解说江江。哎，我是解说小姨。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双方已经位置确定下来了，是蓝色方的 Bentley Falcon 跟红色方的 Team Water。是的，没错。经过上这边也是呢，上方已经打成1-0，现在是 Team Water 领先1分。是的啊，这边这个第二场 BOR 我们看一下这个 Ban Pick 啊，基本上跟上场好像没什么太大区别。首先还是办掉了 Bendy， 这边还是针对一下打野和 AT， 把稳银和蜘蛛都办掉了。我们看一下这边。办掉了一个吸血鬼跟一个人马。这跟上场好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人马这个英雄因为打野上单都很屌，都很强。这边是办掉了亚索。这边是自己把锤石办掉了。所以办掉锤石可能是要拿机器人吧，因为知道 Team Water 的辅助对于机器人这个英雄理解非常的独到。这边还打泰坦。
God of the Cloud 是真的不服，上一把因为前期几个这个非常不幸运的连锁事件，我就还拿他妈，我就还拿厄加特。这不可能服的，你不服是吧？今天必然给你打服，厄加特一选稳了。我肯定还要选厄加特，因为是选出了打野皇子，那可能二选厄加特吧，大战。这边应该也是不着急吧，看一下到底怎么选。这个看一下 Bentley 是把上一把的亚索办掉了，因为亚索对这个 ADC 的限制上一把还是非常大的，直接一个锤石配合锤石 E 一个大招上来，他们也是这个卡利斯塔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输出空间。看一下这个选择贾克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选择。贾克斯是这边 Team Water 选上单选手的一个招牌英雄了，这好几场终于给他放出来了。是的，我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其实看到了上之前那个四强争夺战的时候好像是看到了，虽然最后还是输掉了，但是也打出了自己的风采。是这个也是 Good Pier 这个选手之前几把比赛都是表现非常亮眼的一个上单，可以说是。看一下奔利这边打野选择了雷克赛，还是这个选择了版本比较强势的打野。看看这边上单会强吗？还是说先把中单拿下来？你要想拿中单？要拿中单这个辛德拉吗？拿了 EZ，先拿了 EZ， 先把 AD 选下来啊。EZ 这个版本还是挺强的，配合着手长的辅助。是的，昨天那场比赛中 EZ 就其实打出了不俗的输出。对，现在 EZ 在后期团战也不虚的，伤害破了还挺好的。看看这边要不要拿一下 Team Rocket 中单选手的英雄池。拿了，还是选择了维克多。看来这个工藤新一选手对他的维克托是有十足的自信啊，而且上一场他玩的也非常棒，伤害也是全场最高。是的，而且这位选手在那个四进二的决赛，八进四的决赛中对战纳梅斯的战队，也是拿维克托打出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依稀记得那一场9-1，全场最强。是的，全场最强。刚才露了一下头的莫甘娜，这边是直接给他搬掉了。对，搬掉了。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拿莫甘娜的。我感觉 Team Water 这边可能还是要拿一个进攻性稍微强一点的辅助，比如说娜美或者是机器人。露头的都给搬掉了。你搬我莫甘娜，好，你的辛德拉没了。看一下最后一半应该选什么，应该会搬什么？可能我觉得还是要再限制一下 AD 吧。对，这边毕竟没有选择，也许吧。你自己怕什么 AD？EZ 怕什么 ？EZ 这个，先知的辅助啊，就是怕那个强开团，也还是皇子加那个加里奥挺有套路，对对，还是挺猛的。看看这边 Team Mot 怎么拿这首辅助位吧，我感觉 Team Mot 的辅助位一直都是非常。先拿 AD 怎么拿辅助吧？先拿 AD 嘛，先拿 AD。凯莎也是后期比较强啊，强的一个英雄。而且他的那个先拿路西安线上打出优势，最后一秒是直接换了路西安，想要线上打优势了。那这把应该就是王子来照顾下路，下路要加速了。配着布隆，布隆还在外面，很好选。这边他会不会想到这边先把布隆抢下？拿了飞机了。这边应该是想明白了，之前拿了一个刺客，对空中心意的效果也不是很好，这边决定选一个飞机跟他对刷。其实这手飞机选出来是可以的，因为飞机跟维克托后期在刷线上面以及打团的伤害其实都是就是不相上下的，是一个可以跟维克托相抗衡的英雄。是的，而且我个人认为飞机这个英雄这个后期的伤害还是要比维克托高一点的。这边是先手抢了一个派克，你跟我凶，我也来跟你凶了。这边是选个奶达利吗？这是锁掉了，锁掉了啊！记着这是奶达利辅助吗？如果没有失误的话，应该是奶达利辅助，应该是什么什么超越版本的东西。大寨，我们有幸来见识一下。但是好狠好狠好狠的辅助，但是我转念一想，因为这个奶达利这个。
下路打的话伤害也会挺高的，对吧？而且配上露西安一波，很有可能就是打残或者打死一个下路其中一个人。下场压出应该还可以，那你要是 Q 五中，说实话这都是假的。对，这可是这个奶大力到底是要打 poke 呢，还是要打治疗效果呢？如果说是一个 EZ 配奶大力 ，OK， 我可以理解为他是打纯 poke 下路组合。可是这个一个爆发的卢锡安加一个奶大力，哎，我不知道下路会打出什么样的效果，非常期待这一次的下路组合。我有点没明白这个，说实话，我很激动，我看到了这么。OK， 那我们这边比赛进入 OB 的延迟页面，我们也是插播一条金主爸爸的广告。第六届 NACG 北美电竞联赛由北美学生网主办， GNC 国际暑期教育平台冠名赞助。 NACG 致力于举办海内外留学生高校电竞联赛，是全北美最早举办也是规模最大的电竞联赛赛事组织。同时感谢 Gravity 引力、月河旅游、 Drape、 曼腾教育还有 CAC Auto Group 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金主爸爸的支持。这么一看的话，可能下路对线就比较有意思了。感觉的话，如果奶大力和这个派顺换一下，感觉还是非常合理的。对，我也觉得这个奶大力跟派克换一下的话，这个下路这两边下路组合可能就稍微均衡一点了。就这两个辅助好像都是替对面拿的。其实我认为这边不拿奶大力，拿一个布隆不是也挺好的？对啊，布隆留在外面，皇子冲进来，布隆开个大招，就所有人都没法动弹，减速还有击飞，然后这边还能很好保护维托和露西安的后排伤害。拿布隆，拿个日女也很好呀。这边弹幕也是说这个奶大力可能是主夹子的。主升夹子，主升夹子也太猛了。主升夹子也太猛了。就是下路是真的是丛林，就满地陷阱，你走到满地陷阱。而且这个奶大力辅助也让我想起了某位 NACG 著名女解说的佐伊辅助啊，很强。还有这个 Nico 辅助都是非常强的，是很强的，是对 Nico 辅助很狠，很强的。但这位女解说就是对这几个英雄都是有十足的了解。是的，在她的理解面前，我甘拜下风。我要把两边 AD 的头一起打爆。是的，非常强啊，就是很非常狠的一个辅助啊。那么是谁呢？这边这是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解说，就很厉害很厉害。非常厉害的一位女解说啊。然后我们也期待一下一会儿这边双方的召唤师天赋吧。你觉得这个豹女应该会带什么呢？是她召唤师天赋。应该是雷霆吧。或者是阿里，雷霆或者阿里，那个阿里阿里带的话，阿里带的话就是为了那个治疗那一下有个盾，那一下有盾，也不太好说。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雷霆，因为对面是辅助，毕竟是个派克。如果你不能一套打死他的话，他靠着他的 W 和他的被动，就慢慢就能把血回上来了。其实我比较好奇这个上路这个对线啊，因为泰坦这个版本刚刚加强过，我觉得贾克斯这种必须要跳到别人脸上跟他们进行换血的英雄打泰坦还是不太好打的。前期的话可能我觉得还是吃耳亏。而且现在那个泰坦的都大家都主 W 嘛， W 的那个就是盾也是非常的厚啊。好的，这边是准备进入这个比赛画面。泰坦打上单打这个贾克斯，一开始这边难道是以为泰坦是要去走一个辅助位的吗？那么看到这边还是说这边泰坦一选出来，其实就是已经铁定了是往上路走的。上一把他们是拿的这个泰坦上路的，其实一开始我也有好奇过他们是不是拿泰坦打中路或者打辅助，但最后好像是没有。应该是这个带了灵魂收割。灵魂收割，这个、说明就说明这位选手的这个理解远在我们几个。要开始 poke 了，这可能不只是 poke 了吧？这搞人心态了，要开始。这就是搞人心态。是呀。那么看到这边这个弹幕上也说这个工资不要了，那么还是那个在这里为我们的 Alex Phoebe 那个理解说打一个 call。这个游戏理解远在小姨之上的一个理解说。是的，游戏理解远在江江之上的 Alex 大宝贝。也太猛了，这个游戏理解在所有解说之上的，是的，希望我们这一波话说完以后，我们三个人的工资还是能保住的。说实话，今天还是加班。这边查了眼，看到了，
哦，插到了，赚到了钱，我看到他跳墙了，跳了十几块钱，下成、啊、这边也是 Team Water 在40秒的时候有巨大的经济优势啊，看一下这个奔利就要怎么应对这个经济优势呢。我看一下中路的出装啊，出装这个维克托这边还是选择先出了多兰戒加两红啊。这边那可能就是飞机，如果觉得打得凶险的话，把这个血瓶先不耗掉，或者先把它蓝耗光，中路可能还是能稍微拿到一些主导权。这个奶大力出了一个蓝色工资装，他在线上要如何去叠他这个蓝色工资装呀？我觉得其实对上一个派克来说，他不是那么的舒服。夹子，夹子，哦，夹子，哦，主夹子是吧？果然是主夹子的，行，这一下子的加一下十一块钱。双方都是选择红色这边开啊。我看到这个开的方法，有可能皇子是准备速二直接抓上路。这边奶大力和卢锡安在下路这个草丛蹲着，是要想直接打一波从三角草过来的他们吗？但是 EZ 和派克感觉是已经猜到了，是直接从线上走过来的。哦，皇子是准备率先去入侵对方蓝 buff。这边泰坦一级上一个换血，但是这边贾克斯比较能挑。好像这边奶大力已经是飙中了一发了，两个人的血剑都被压了下来。上路因为这边是带的瓶子的那个天赋啊，然后我换血，贾克斯抢了这儿，贾克强二了 ，A 一下定住。维克托也是仗着自己有一个 Q 的加成，移速加成，然后就去疯狂的消耗对面的飞机啊。河道是遭遇了下路超人组过来骚扰了一下这个挖掘机，维克托也过来打一套。挖掘机是想反蓝，应该是被这边意识到了。是的，那他这样再往自己的野区赶的话，上半野区已经全部空了。这个嘉文就是一根毛都没有留给挖掘机。是的，而且他自己的这个蓝区还是全满的状态。挖掘机一看到这边光秃秃的一片，心凉了半截。这边啊，奶大力辅助还是压到了血线的。是的。我想勾到了，要来吗？我打了一发。这个是万军从中出了一发勾，好像是勾到了卢锡安，只不过 EZ 的爆发也没有办法去打他的血线。哦，这样的话，挖掘机上半区逛了一圈，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野可以刷了，只能强行走下来。强行走下来打自己这个时候人，那这样的话，这个正常时间他应该已经回去更新出了自己的打野刀，他这样的话整个节奏就已经脱节了。他下一次往下半野区，往下路想要试探 gank 的话，他这个时间就会晚很多，很有可能会被皇子先抢到时间的。这边皇子28刀，挖掘机只有16刀，也是有点惨的。是的，他挖掘机上去看了一眼自己的上半野区，然后一个野怪都收不到，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伤的。是的，看一下这个，因为 EZ 前期靠偷钱偷到了很多药，感觉补给也是很足。这边是先来的，交钱，闪现定，给点燃。我打得很好。那么奶大力这边能逃掉吗？奶大力这边还有闪，但是我们闪现顶，想换。换不掉，没换掉，差一点，那么这边是由派克的一个精准的一发勾啊，勾到了、那个。这边奶大力刚才其实是有闪有点燃的，他选择回头反打，想要强行换这个 EZ， 但是他没有算到刚才 EZ 杀这个卢锡安的时候是没有交治疗的，所以他这一波可能是有点小冲动，他完全可以留了自己的位移技能跟闪现逃生的。虽然说 EZ 也有位移，然后派克也可以预判，但是至少的话总比他回头反打的胜算要稍微高一点。所以这边也是稍微可能有点对自己伤害计算不是太足。好的，维克托这边就很烦。这边中路换血居然是飞机这边换回来，维克托这边只交了一个血瓶就把飞机第一波打回家了，而且飞机是没有带 TP 的，这边是带了一个治疗。下个上路打得好凶啊！是的，带了一大波兵线，一顿毒打。
皇子现在是要聘这个上路河道蟹，然后维克托他肯定是要先收完自己的三狼再过去的，那这样的话第二个上路河道蟹也是要被皇子给收下来。现在维克托蓝量也不多了，应该还有一个技能的蓝左右吧。还好这边这个花絮机是没有率先过来的，维克托稍微保了一下之后看没有什么危险就回家了。皇子打完河道蟹是直接选择进进野去找，但是第一个探照眼是没有看见，是肉眼看见了。好在是这边上半野区的野已经被清空了，他就算是入侵也打不起来，而且这边维克托已经回线，飞机自己一个人在线上，所以说不太可能入侵。皇子也只能看了一眼，然后判断了一下对面挖掘机的位置，然后就回去。想要再进吗？可是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拿了呀。好，丢了一个针眼。这边那个泰坦也是交传送回线，这边还是补刀上讲的是有点小优势的。哦，又是一顿毒打，用 Q 躲掉了那个泰坦的 Q。 哦，这边有点痛了。好，哦，必须一个闪现，直接选择闪了。这边要是不闪的话，可能假如是跟一个等一下 FRQ 的 CD 然后再闪现出塔，是直接有可能在塔下击杀的。求稳吧。 这边虽然那个泰坦身上握着大招，他怕反应不过来突然给他秒了。对，为了求稳是交了一个闪现，但是皇子过来了，这波要被越了，立刻起来。皇子先扛塔非常棒，杀掉了加22条线。被挖掘机过来是要踩夹子的，踩到了，看掉。踩到夹子，哦，这个夹子立功了，不需要视野根本就。但是刚才你是看到皇子在上路，这边挖掘机会不会选择直接把小龙打掉呢？这个针眼不排吗？我没看到，可能。这边其实蓝区。就是蓝色方的蓝这边插了一个针眼，皇子是没有选择排掉，也可能节约时间，然后帮助自己中路来推这一波线。现在吃一波牌子。是的，这波塔皮是也能顺利的吃掉了，但是挖掘机跟派克两个人都已经靠上来了。看一下小地图，这边要来了，挖掘机没有闪现，抓得到吗？皇子交闪，这边交闪了。派克哦，这没有看到派克啊，还好派克没有闪现。怎么说呢？这一波可能推了一个塔皮以后，其实是可以往后撤的，因为下路拼 miss 已经拼了很久了。这样的话是直接很亏，打了自己中单跟打野的两个闪现，那下一波对于飞机的这个压力可能就会稍微小一点了。贾克斯已经开始凶的没道理了。泰坦只能用 Q 逃跑，现在他没法，根本打不过这个贾克斯，伤害很高。哦 ，Q 回来了，这又要吃一套，哇，好痛！泰坦的大招马上就要转好，应该十秒之内就转好了。哦，要直接越吗？不太好吧？哦，直接交闪躲大招。那下一波好说吗？这边选择还是不上。这边还是因为挖掘机的位置是被这个红色的针眼应该是看见了。贾克斯如果这个时候选择越的话，自己也会被挖掘机换掉，这样其实是不太划算的。维克托仗着自己有艾黎，疯狂的消耗啊！前期维克托过得非常舒服，也没有什么人去抓他。我安稳补到了这个第一次升级装备，这样线就是飞机是不太可能推过来的呢。而且现在挖掘机其实也不太方便来帮泰坦对这个贾克斯进行一个阻碍，因为他发育实在是太好了，很有可能如果两个人配合失误的话还会被换掉。这边来了，皇子可能到的有点慢，要继续追吗？我在想继续追，直接一个大招，用那个用八隧道躲掉。好，知道办法用 E 躲掉派克的 E。这个要闪。躲一记大招。治疗，用治疗。治疗十级宝贝非常漂亮。
这豹女是直接闪现上一秒，但是没有秒掉。这豹女可能要危险了，没有蓝了。是的，给眼，这边继续打。一个预判，这边很漂亮。这个哇，这边打得很好，派克一个指桑骂槐，指东打西，把这个路线勾了回来。是的，这边派克这波预判其实非常的好，而且这样的话直接导致了两个人当场毙命。我看到这个奶达里虽然出了三个陷阱护符，但是打到后面还是没有蓝了。像他这样的这个频率送夹子，有蓝就见鬼了，真的。下路真的是，哦，这边先打掉火龙啊，下路双人组也死掉了。但是与此同时，王子也是来往这边想来一下。但是如果这个卢锡安对上 EZ， 他前期打成这个样子其实是很难受的。哦，奶达利这边是想追一下吗？哦，要稍微短了一点。哦，他敢游过来了。哦，直接给了个大招，这边挖掘机继续顶起来，那个，给控制链。哦，能救到吗？救不太到，换掉了。这假设是直接绕号把飞机敲掉，这边飞机闪现走。哦，没有被那个腐败药水的那个被动烫死，有点可惜，差一点点伤害。哦，但这边中路就不太好守了，大家血量都不太够了。哦，这边可以选择放峡谷旋风的其实，但是好像选择不谈。这边 EZ 跟卢锡安那个 solo， 这边 EZ 要消闪了哈。哦，差一点点，还好有闪现，不然要死。弯刀刚才就吸了一口 ，Q 歪了。那么这边经过这一波中路一换一啊，这个还是把中路那个一塔拿掉了，这边也是拿到了大概有1200块钱左右的经济优势，1500块钱。但是这边其实蓝色方是拿了一条火龙的，所以说这个经济优势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现在他们是拿了一个一塔，这边建筑物的钱也是还没有提出来。看一下这个皇子这个峡谷先锋怎么放吧，因为刚才那波还是没放的，看来就是看这个峡谷先锋能不能拿到更大的经济优势。哦，飞机这边是看到了皇子在偷偷蓝，准备往这边走的，哦，但是已经惩戒掉了。啊，飞机想穷追不舍。你拿了我的蓝，你就别走了，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没什么太好办法，因为挖掘机不在这边。飞机自己的三项包括他的法穿鞋都没有做出来，没有作战能力的。这边看到红色方在拼自己家的蓝区啊，可能是一直到了那个雷克赛的这边准备闪顶吗？没有闪，闪现没法，没办法。刚才这一波如果真的有，即便是有闪的话也不太可能闪点，因为自己的那个派克离得还是太远了。勾到了，勾到了，有闪闪到了，还可以。但是这边派克怎么走？直接慌他啊，那他要没了。没有闪现，这边派克也是交了位移之后就要没了。看一下上路这个塔，真的再没有人来帮帮这个派克啊，帮帮这个泰坦，他可能人就没了。哦，他没有勾到啊。贾克斯是直接选择过来这个断这个兵线了。这边也是先选择做那个炽天使的那个魔切的那个小剑，没有选择先做冰拳。想多打点伤害也是。维克多这边满月顶起来，能走吗？走不掉了。好，这边能换掉这个人吗？但是差一下，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哦，下路直接放峡谷旋风，因为看到了中路雷克赛在中，直接推这个塔。哦，没有什么太好办法，状态不好。是在贾克斯要的塔下被换了吗？啊，减速不到，换掉了。这个 W 给的那个普攻距离还是很关键的。这波贾克斯很亏啊，自己是交了闪现的，虽然说这边泰坦也交闪，但他是优势路，而且泰坦这边还有一个 TP， 而且这波皇子在下放峡谷旋风也并没有拿掉下路的一塔。哦，这波节奏上来讲还是这个 Benly 这边找回的场子，
本来用这个假手先锋，如果赚到了钱，就其实很好。你看到陆先这边很凶啊，一个点两个。无意义的耗血。其实这样的话，刚才一波贾克斯越塔失败，然后让一个三杠零跟一个零杠三变成三杠一一杠三，这真的很难受。骇客走到别人脸上来救，因为飞机到了，给伤害。飞机这边还是有双招的，要想交吗？我不交，交一个治疗。上路又打起来了。上路打起来了。这画面一听到上路，这泰坦就挨揍。各路都打得有来有回，只有这个泰坦。这边皇子在扛，皇子在扛，状态不是很好，但是还是拿 Q 拿掉了。与此同时拿掉了水龙啊，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就是 Team Up 之前在比赛中暴露出来一个问题啊，就是皇子由于这个特别想抓这个上路，想给这个贾克斯建立优势啊，但是就是会丢掉很多那个中期的那个龙这些节奏。好消息是还是把上一塔推掉了，是的，至少这边贾克的优势是建立起来了的。十七分钟已经三项，这个燃烧宝石应该是要出那个 Blade of Shogun。这样的话，贾克斯其实被解放出来，他可以参与中期的一波小一些小团战，然后泰坦还要被兵线困在上路，对于 Team Mortal 来说是好事。就即便说这第二条龙丢的是已经丢掉了，但是第二条好在刷的是一条水龙，就对于整个团队作战性没有那么过高的影响，所以对于 Team Water 来说现在还能够接受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看一下，本周到了、这个、危险，闪现 E， 哦，人头还是给到了 EZ。派克打得非常细节啊，他是等了陆先交了位移之后决定闪现。是的，但这波皇子已经摸过来，睁眼看到两个人跑。EZ 是准的一脸吗？EZ 十一级啊，这边比皇子和陆仙的等级都高很多。哦，派克也是打出了气势啊。打出了气势，因为他自己大招那个 CD 就快要算好了，可能觉得这么点输出不打白不打了。那么这边前期挖的坑也是显现出来了，因为前期 EZ 五个人头。这边已经是把魔切转好了，而且看一下身上两千六百块钱冰拳和鞋都能做得出来，而且有可能还能合出那个破败的小弯刀，看他怎么选择。EZ 在这个点上是比陆仙要肥很多很多。这边是想要借着这个维克托的帮忙，直接拔掉下路一塔。看这个 EZ 的装备啊，魔切冰拳。想要过来干扰，被顶起来。这边飞机伤害其实很高。有大招的这边，那没有什么太好办法。贾克斯这边可能有一点，仗着自己是一个当时是个三杠一的战绩，想要过来这边蓝区拿蓝，但是刚好是碰上两个发育都不错的中野。不要帮忙，闪顶。这边是要直接被平 A 死了，有飞机闪到这个人头。浪呀，这边要帮忙。这个都是没有视野的，你看，就是所有地方都是没有视野的，所以他应该没意识到骇客也过来。很多人在这里，对。其实碰上挖掘机，你是不能放弃一个闪顶的机会的，特别是刚才这边辅助根本不在。这边挖掘机要是看到你一个落单的路线，我要是有闪的话，肯定就是闪顶上去了。但是这边贾克斯传送是准备抓嘛？这边抓交了推推棒，那可能是要交代在这里的，没有闪现，而且没有办法走了这个。给个大一 Q 起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逃脱。简单来说，现在就是 Team Water 这边就是上路很有优势嘛，然后那个 Benly 这边就是 EZ， 无解肥，现在就是。是的，而且得看一下奥巴马现在这个状态，他在中期团战想要让他打输出，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而且这边Team Water 准备直接偷龙了吗？直接拿龙，对。这边是被泰克看见了，但是已经被发现了，就要走了。这个来的速度很快的，其实得走了。这边有派克，就如果贸然打的话，你可能要被收割。这边三个人、四个人是想要直接撇开 AD 来打这个大龙，其实是有点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看班德里的眼，班德里的眼其实做的很到位。
EZ 的装备也太好了吧，科技枪，这是回头就准备继续打，站在别人的眼上打，先扫一下呀兄弟们，扫到了，扫到了，发现还是不行，好，原因没捉到，捉到了但是被打断了。那这样的话借着你回城状态不佳，我直接打，我直接拿你这个中路一塔了，回个头被勾到了 CG 带着炸药包过来，王子上的不应该啊，飞机交治疗躲开，奥巴马这边怎么回事，这应该是点错了吧，应该是失误了，对，看看这边，这边还有一个泰坦，我觉得这边不要再打了，要走啊，我换掉了飞机，但是这边泰坦是没有死的，而且这边两个残血的辅助跟中单没法守这个中路塔，要跑了，EZ 真的太肥了，哦，派克勾的真的很准，这边还是有大招的，这没法跑了，这一波的话完全把自己节奏打没了，这边泰坦扛了这么久的压是直接在这一波打回来了呀，他该打的全部都打出来了，给了控制也给了坦度，那这边直接转火龙，对于 T 摩托来说这样的话节奏其实是有点崩的厉害的，拿掉两条火龙，一直的伤害又进一步加大了，是的，虽然是1000的经济差，不过这边的钱全部是来自于建筑物的钱，三条属性龙，两条火龙，一条水龙，这个太难受了，这边一队领先 AD 大概3000左右，3600-500块钱左右，然后贾克斯领先泰坦3000左右，看一下谁开能力更强吧，还是 Team Motor 现在中期一定要稳住，借着这个贾克斯的优势来找机会去切脆皮，特别是这个双 C 不能再犯失误了，这边是想抓吗，维格托走位太激进了，其实有点，哦，这边泰坦好像直接被秒啊，这个伤害太高了，我这边伤害是很高的，但是这个 EZ 的伤害也太高了，这回要保护一下啊，没办法，这个卢锡安就直接没了，但是这边要去这个阻止一下贾克斯推进上路二塔，贾克斯意识到了也是退掉了，直接走了，我觉得如果想 Team Water 这边如果想赢的话，现在还是 不需要打架，避战为好，等贾克斯装备再起来一点，这样这个单带就是没有人能止住他了，是的，刚才其实杀了泰坦以后应该全线往后撤退的，这边贾克斯也是直接走到了这个上路草丛，然后要选择重新带下一波线吗，要过来阴一波泰坦，我好像要阴泰坦，两人遭遇了，遭遇了，泰坦意识到了，交给好，这个意识还是很好，而且这边 EZ 是大招马上转好，其实支援也很快，好，排掉了一个贾克斯的草外眼，这个 EZ 是个大问题啊，这边双 C 这个已经起来了，是的，你把这个时间已经拖到了飞机装备成型，加上这个 ADC 又是一个强力输出，奥巴马这边0-6没有任何输出，可以这么说，奥巴马也很惨，这边也是要先出黑切，这个黑切看一下，身上的钱好像还不太够，还差300块钱才能露出黑，真的是惨的我都流下了眼泪，看EZ这边已经脸都不要了，哇，直接秒了，给了一个磁场想要控制一下走位，给最后一发，这边飞机走出磁场范围，哦，不过奶大力一毛是把飞机直接扎死了，是的，这边贾克斯的位置是被拼了，班队 这三个人还要追吗，闪顶起来一个奶大力收掉人头以后，贾克斯这边过来强推，这边想强秒 EZ 一勾起来秒掉了，那么这波阵容和派克是没有大招的，刚才大招放空了，哇，贾克斯这波收割了，这波强行是靠着贾克斯的单带优势把这波团战打赢了，因为没有已经没有人可以扛在前面了，加上皇子的一个配合，
一首 Spear of Soldier。是的，这边中上配合非常好。那这样的话，经济就完全被拉平了，人头比19-13，经济是平的，三条属性龙，然后一个塔差距。这边其实就是奶大力可能越往后拖，他的效果可能就打的其实不如派克这么好。这个英雄他在前期线上他没有打出来效果。派克这个英雄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个开团，而且非常灵活。这个奶大力也可能就是后期的团战就躲在阴暗的角落一样，看看丢毛能不能幸运抽奖抽中哪个幸运观众给他直接带走。这也是他可能在团战里头能打出来的效果，毕竟他是一个现在是十级的辅助奶大力，他确实没有过多的伤害。这个派克过来骚一手下，但这个骚没有位移直接秒了，还把飞机的炸药包逼出来了。哎呦，这波，因为土龙马上要刷新了，20秒之内就刷新了，这一波分力就不太好接了，感觉。飞机没有炸药包了，然后又缺了一个派克的这大招。这个土龙我觉得本里求稳的话应该是要放掉的啊。第二毛也这么标中的飞机啊。第三毛 OK 凑齐5毛送你回家。这边要拉出来一点打。是的，拉出来求稳打。龙你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蓝色方直接放了这条土龙去打火打大龙有可能吗？虽然挖掘机下来有点有点送了啊，这边差一点儿，没关系，超痛巨痛。这边要直接拿大龙吗？挖掘机死了呀，这要搏一搏了，我感觉四个人这边应该是直接拿下来了。这边派车 这飞机也是没有火箭包的，没有推动。这边打完土直接过来转大龙，但是这一波的状态大龙要被直接拿下来了。还好没有被抢，但是这边奥巴马应该是要交代在这儿了。这边献祭 AD 战术闪现跟一发平 A 收掉奥巴马。其实也不亏，看看发闪现拿到了三个大龙 buff， 其实可以了，毕竟这样的话经济优势就直接拉开了。 Team Water 现在是这五分钟的运营是把前期的劣势给打回来了，靠着贾克斯这个点。是的，而且因为 EZ 这个英雄，他这个清线清大龙兵线还是不太方便的，所以看一下如何抵挡这个接下来这个三分钟左右的这个推进攻势。但是这边其实有一个飞机，按说蓝色方的清线是不至于太吃力的。这边飞机也是把这个无尽也做出来了，三件套成型，然后两个针眼腐败药水还在，一个暴击全套。这个飞机的伤害属实是比这个维克托要高挺多的。怎么说呢，现在 Team Mortar 最需要担心的点还是这个贾斯， EZ 再不走的话要被贴脸了。EZ Q 下很痛，贾克斯的等级也是傲视全场16级，一个6-1，一个10-1的 EZ 才15级，这边贾克斯已经担待到了16级了。这个团战，这波团战的话，贾克斯就是个爸爸，又能打又能扛。这边蓝色方你要说处理这个贾克斯，除了泰坦大招，没有其他的硬控可以去打他了。毕竟挖掘机的领不可能交给一个贾克斯。好，这边挖掘机过来抓卢锡安，直接给他。哦，这边已经卢锡安怎么会在这儿单待？这边为什么卢锡安会忽然出现在上路？自己四个队友包括辅助还在中路待着的时候，但大力在阴。皇子被先手给一个金身，但是好像是派克大招大空了，派克先被收掉了。
哎呦，这个贾克斯厉害了！这边如果被切脸的话 ，EZ 还是打不过贾克斯的。是的。就跳跳好，这边一出来。山顶。这边奶大力奶的血量挺多，而且还是把这边快去把贾克斯秒掉。由 EZ 收下来 ，EZ 血量也回。这边维克托能走吗？应该走。一发鱼雷，但是 EZ 到了 ，EZ 到了。奥巴马也来了，但是奥巴马可能这个大人头奥巴马能不能收掉，可能好像不太行，这边可能维克托也等一下还在秀还在啊，有点可惜，还是 EZ 太肥了，这伤害也太高了，这 EZ 实在太14-1了，已经这波团战其实打得很乱，然后两边都在互相秀走位，卢锡安的大招是没能把这个挖掘机给扫死，他是自己选择停止了大招去打这个贴在他脸上输出的这个 EZ， 也是没有办法刚刚复活走过来参与到这场就是迟来的团战当中。挖掘机这一波的走位非常的漂亮，他躲了无数个技能然后来给自己争取生存空间，一旦他被击杀危险游戏这个回上来了，这个 EZ 是没有办法进行收割的。那么这边这个土下条土龙马上刷新啊，20秒钟。飞机也是拿好了炸药包，准备战斗。看一下这边想不想接啊 ，Team Order。是的，而且刚才这一波 EZ 是交了双招来躲这个贾克斯的，下一波 EZ 没有双招，对于贾克斯来说是一个机会啊，能不能把这个 EZ 切掉实在太关键，而且 EZ 的等级也追上来了，现在是一个17级打17级的状态，挖掘机也是高达了16级。这边选择放掉古龙，先把中路二塔拿。哦，这边回线晚了，这边可能要掉高地级别 ，EZ 已经到了，这边清理兵线。这波团战要接吗？感觉要接的，泰坦一个 Q 疯了，泰坦一个大。贾克斯的入场都被打断了。贾克斯后排，但是贾克斯不好接。我贾克斯太肉了，这边 EZ 被勾。看一下这边怎么走，蓝色方被红色方赶出了自己家里。到底是谁的高低啊？这样的话这要直接推吗？这边红色方这边也是一换三，有可能要一波了。这边奶大力，奶大力去烧飞机，飞机交闪现没有 A 死，交了治疗还是没有死，最后一棒没有打到。维克突然一套连招，交了治疗，给应该是打掉了。贾克斯要死，但看 EZ 能不能有一打三。哦，伤害很高，杀掉了一个 E 上来，这边闪现躲掉第二个，打掉了，剩一丝血被奶大力掐死了，全场只剩下奶大力一个人派克，还有一秒钟复合，能不能 A 死？没到，哦，果然这时候奶大力选的，这边透加成功了，对，奶大力教会了我们怎么玩奶大力，我的老天爷！第二场 BO5 居然是由 Team Water 拿下来了，这边真的是险胜啊，这差一点点。是的，只差一点点。这边我也是看到了队友对这个奶大力也是非常有信心，两个人直接提前离开了游戏比赛。两个人提前，我们看一下伤害占比吧。主要还是 EZ 伤害最高。是的 ，EZ 这边的输出，这边输出一枝独秀。OK， 那我们这边我们稍作休息，稍后为您带来 BO5 的第三场比赛。同时我们在片尾感谢豪气冲天不差钱暑秋 party 样样全的 GNC 国际暑期教育平台冠名赞助并协办本次赛事。读暑校深研找辅导找实习就找 GNC。感谢 GTA 专业留学生辅导平台让学霸导师成为 GPA 的守护天使。感谢全球青年人才社区新引力 Gravity， 史上最高质量的职场社交，为你打造全球青年精英交流圈，拓展你的职场圈，从 Gravity 开始。感谢月和旅游大力支持，月和旅游您身边的旅行专家，私人定制旅行最佳选择。好的，非常感谢新主播了，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一会儿再见，对第三局比赛我们一会儿见，拜拜。